都两个小妹妹。绿色的碎花裙子，纯白的僵尸新娘，小粉裙子，这个衣服蛮好看的。红色的，橘色的，哇，这个有点酷，太可爱了。哇，这个蛮酷的，都是披肩风格的，还有金属质感的感觉。我现在站在墨西哥城的宪法广场这边，是主教座堂的正门，这么金碧辉煌的，真的。侧面的祭坛也都非常的金碧辉煌，从天堂射下来的光，看这个光。看这个腊肠狗旁边就是卖腊肠的，国家公今天关门。Piña, arroz con leche。厅、沙发，然后厨房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卧室。这个好好吃呀，刚才吃了。这是它的调料。